今年在二军其实已经出赛了四场比赛，一场先发，三场后援。不过首先先来一个变化球，让王顺和挥棒落空。出来的话就符合检视的标准。哦，最后又是一个变化球，来让陈耀伟挥棒落空，三振出局。这一个变化球放在外角的位置，让董炳轩挥棒落空，三振出局。当然，在二军的部分可以守二垒、游击跟三垒。陈松打第一球打到三垒方向，三垒手王振顺接到之后传一垒，哇！哦，有一个变化球制造挥空，不过哇，这球应该来不及啊。对，捕手陈同恩没有办法挡好啊，形成了一个不死三振。对，第四个哦。哇，这个手套要翻过来做挡。哇，这球面对变化球，王顺和打到中外方向形成安打，中外野手岳振华把球传回来。来，速球进来，吴瑞胜感觉掌握到了飞行的距离够不够？哇，最后是在 warning track 的位置啊，遭到。哇，直球塞进来。三垒方向，今天很忙的王振顺接到之后传，在速球之后，这变化球制造了挥空。这一次捕手陈同恩挡在本垒板的附近呢，再捡起来传一垒，完成了这个三振啊。这个半局可以看到黄安胜这个速球状况非常的好，走出了一个三上三。